你们都见过我囤100袋猫砂，今天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囤猫粮的。你们猜猜这里一共有多少猫？之前我也是一直喂膨化粮，后来还是咬咬牙换的，因为肉干粮更能满足猫咪的营养需求，对肠胃、发育、毛色都更有好处。毕竟吃得好，身体才能健健康康的，少生病才能省更多，你说对吧？